这里，这个之前是在前面的 Sunset， 现在这边是到了差不多是尽头了，然后再下去就是 Huntington。 换衣服，现在有点凉，估计中午的时候下午就温度会到20度左右，现在10几度，现在可能是15度左右。换衣服，今天因为是自己一个人来，没有带家人嘛，老婆孩子都没来，所以的话我就比较简单比较快，很早就到了，早上也不塞车，然后自己出门比较简单，半个多小时就到了。穿反了，穿反。这是免费停车的啊，这是 Sea Beach Sunset Beach， 整个都是免费的，是海滩边的这个路都是免费的，还包括这是专门停车场，也是免费的，挺好的。今天我没有带 GoPro， 就是我冲的时候我就不拍了，因为说实话冲的太差了，然后再加上拍的时候一边拍一边冲的话也会影响我冲，因为还得注意一下，你还得时时关注一下你拍的什么东西，弄相机啊什么的，很耽误时间，很浪费，所以今天就不拍了，就下水的时候，下水前拍一下，记录一下。哇，操！今天我们会有三个伙啊，加上我三个伙伴，一个是 Tim， 一个是胡霞。Tim 是那个冲了10年的，之前在视频上介绍过他，好久没见他，大概有半年没见他。然后今天中午的话，这边有个 band show， 最后看时间，有可能会去看一看。以后我有打算我的 surfing 的 vlog 呢，我就用英文来录，因为也想借这个机会来练练英语。
提高一下玉米，玉米太差了。好的，就差不多了。往那边走。今天来的这个是，这个叫做，应该还是叫 Sunset Beach 吧，但是它已经靠近那个 Bossa Chica 这个地方，还是蛮不错的，蛮好玩的，浪不错，然后沙滩这边也挺近的，离那个停车场也挺近，停车也是免费。One hour later， 我冲了一会儿就上来了，因为有点冷，然后体力还是有点不行啊，体力不支，我就先上来了。现在他们还在下面看吴晓和那个 Tim。今年哈、天气热的比较晚，到现在已经是马上六月份了，但是天气还不是很热，也就热过几次几天吧，不是特别长的时间。所以今年这次冲浪之前停了很久，停了大概有一个多两我估计有两个月，我忘了具体的日期。所以的话觉得今年冲的不太多，然后接下来我不知道天气怎么样，我希望我是现在事情也相对少一点，没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耽误，所以我想接下来会争取每周冲一次，这样把这个捡起来，也不叫捡起来，因为练起来吧，原来也没有说就冲好了，原来也不行，所以应该多练才行，多练的话才有可能让自己有一些成就感，然后接着冲下去，要不然再玩一年都还是这个水平的话，估计坚持更难了。好吧，今天待会水上估计拍不了啊，今天就到这吧，然后下一次我准备一下，希望冲好一点，或者说是有一些更好的感觉带给大家，拜拜。忘了跟大家分享啊，每个周末 Bossa Beach Bossa Chica 这边都有Live Band 的 show， 非常好的，而且你就是这边冲完浪的话走过去就可以免费的，如果你想坐在里面的话需要就买一些酒啊饮料什么的，但其实在外面看就好了，而且就在沙滩边，非常棒啊，给大家欣赏一下。